高虹安助理费案法院认定犯罪所得11万6500一14元，判刑7年4个月。柯文哲说，感到非常难过，他也认为这下立委人人自危。高虹安涉贪11.6万一审重判7年4个月，对比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周亚玲和妹妹涉贪1300.85万，只判8个月。前立委陈来素每诈领700.85万多，判2年，还要民进党籍的前台南市议长赖美惠涉诈230万，也只判2年，同样诈领助理费标准却天差地远。民进党里面有很多高高举起青青放下又借着司法之名来做迫害，有利于自己2026、2028的布局。高虹安助理黄慧文把攻击金的习惯从钱老板李俊毅那带来，但高虹安去年8月遭起诉，北检署要分案查李俊毅到现在都已经判刑了，李俊毅的调查进度在哪里？既然他是违法的，那为什么李俊毅的案件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？